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张凌赫偷偷藏不住。白鹿和张凌赫录制《奔跑吧》的这两张图就真的很偷偷藏不住了，无论是体型差，还是画面感，就和漫画里的段嘉许、桑稚很贴合。寻思着张凌赫白鹿这一对也没有偷偷也没有藏呀，一直以来的热搜导向不都是表明这俩是一对，这俩很甜吗？不知道为啥自搞这样一个热搜。张凌赫看白鹿的眼神太可爱了，喜欢的眼神，果然藏都藏不住，笑得想死。这两天看白鹿张凌赫唯粉还有路人面对他俩跑男路透的态度对比，真的不要太好笑。两家唯粉，这个造型好可爱好帅，路人，他俩在谈恋爱，是真情侣，生粉地狱。这期什么时候播出？看到现在的人气，想到他出道那会的默默无闻，好感慨。路人，他俩在谈恋爱，是真情侣，生粉地狱。两家唯粉，新剧路透质感真不错，为了角色做出改变的都是好演员。路人，他俩在谈恋爱，是真情侣，生粉地狱。两家唯粉，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，所以吗？真情侣版偷偷藏不住。有网友说，真给我恶心住了，我本来点开之前还以为是素人，兴致勃勃的进来准备看素人甜甜的真情侣，顺带祝福一下，结果又是白鹿。白鹿一天到底要买几个热搜，为了炒 CP 也是够努力了，服了，真的是。能不能别到处蹭，烦不烦？真情侣版偷偷藏不住，这个厉害词条是哪家买的？真的离谱，又没有实锤就开始带词条了，搞得我以为录综艺时这俩咋了呢？真情侣版偷偷藏不住，好家伙，真假情侣先不说，这个身高差真的很磕了，也只有张凌赫能让165的白鹿显得这么小只了。真情侣版偷偷藏不住，网友说，怎么宁安如梦还偷偷藏不住了？请问偷偷藏不住知道吗？况且你俩为官宣了吗？就哥这蹭这蹭那。抛开网友的各种嘲讽不论，白鹿张凌赫这对可真的是好磕，